这个视窗是属于什么视窗呢？就是素材区，素材区，这是素材的观看区。这边是什么？时间轴，这个很大部分，这边不就时间轴吗？时间，然后时间轴，这边是成品观看区，就是我实际剪好的影片，实际要输出的最终的那个画面，全部都是在这边看的。所以有些人啊，他会喜欢他把这边说得很小，说得很小，因为重点是在这边嘛。好，有人是这样子来去设计的，那随便你。可是重点是稍微注意一下，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第一个，如何把素材叫进来。我们刚刚不是有音乐，有配乐嘛，然后有图片，有影片，怎么叫进来呢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教的，就快速点两下。接下来你去找我刚那个资料夹，是不是在这里？哦，对，对不起，我有打中了。哦，好吧，对不起。然后接下来全选，全选，然后开启就档，就全部都汇入进来。建议各位哦，建议各位最好不要是这样子呈现，这样呈现你有没有发现这好大？那你要卷轴来去卷动。可是我刚刚是不是已经把它编好了这个名称？所以你用这个一条一条的呈现方式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所以建议各位你可以点一下它，用 list 的方式，用条列的方式来去看这样子的档名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你们先把素材通通叫进来。好，所以现在就要请你们打开 Adobe Premiere 以及素材叫进去，来赶快把素材叫进来咯。好，那请问一下，你觉得等一下第一个放进去的是什么？是图片还是影片还是配乐？快哦，我都有在计算那个时间。剪影片我会让你们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剪。再30秒我要继续教咯。还有25秒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。我要公布答案咯。有没有哪一组要派代表先回答我第一个问题？您觉得第一个要放进去的素材是什么？好，你说。这就三个选项，他说图片，你说影片，然后现在又说音乐，答案是音乐。